粮玉米面，天然健康，好味道。泉州广播电视台年度合作食品品牌，好茶点，配好茶，我选金益达。好肉松就选郑妹妹。吃花生选最贵，好品质有哈密，哈密食品。金龙船健康酸奶蛋糕，轻盈更健康，引领健康新时尚。传承百年，十年酝酿，安海土笋冻第一品牌五叔公。智美斋山楂醋饮品，消食去油腻，健康好伴侣。山阁淮山，养生的选择。圣心园核桃露，真材实料，好味道。豆一点，菊花加椰果，防暑又消火，华丽食品。大考、小考、中高考，快送你快谱氨基酸。公车、公房、公老婆，耶！送你快谱氨基酸。大宴、小宴、喜庆宴，醉。送你快谱氨基酸。困内醉，喝快谱氨基酸。浓真浓茶，坐落于中国泉州，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具口碑价值的茶叶品牌——浓真浓茶。米西大侦探何亮假汤探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全球米西节目，我是大侦探小哈。今天本侦探来啊，跟咱的这个万达，哇，万达真正是什么都有哦，非常的方便了，吃了、穿了、用了。那么全球米西来的目的，当然就是以米西为主，请出咱的七彩嘉宾。哦耶！耶！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晃，啊，带小哈来侦探者，嗯，啊，我是属于侦探的。喂，高兴笑，今仔日特别欢喜，请到咱来这小黄，上次也讲小黄跟你恭喜者哈。恭喜仔。哦，无，听这个事是家着专辑电视台举办的这个《七重好声音》的这个季军哦，非常的不容易，辛苦辛苦。比半年了。我在欢迎说你怎么是参加比赛，还是穿今天衫对不？是。好有南洋风情啊、哦！你看红嘛。哦、希望你越来越红啊、哦！那么今天小黄穿的是南洋风，我不为你介绍的这米西是中国风，听这名你就往感觉到了。哎、啊，你吃饭先，就吃饭。那给我介绍这个餐厅哩，叫做唐风四喜。猜一摆吃什么？唐风四喜，唐风估计就是较古早的咯，而且吃古早的饭先。这个饭没想那么别的秘密吗？对啊，你四喜就是四喜丸子啊，几个丸子、两个丸子、三个丸子、四个丸子。啊，停！错！观众朋友猜对吧？是什么物件？哎，马上来公布答案哦！这其实是寿司。寿司啊，都是日本的啊！哎 ，no！你又个大哦！那日本的寿司啊，大了！到底为什么大呢？但呢，这个谜底马上揭开，来去唐风四喜。这一块嘛。我这边有所在，就在泉州万达金街这32号。开始有圣诞的那种气氛了哈。哦，你看，唐风四喜搞。嘿，你好，店长好，这位是张店长哈。哎，张店长，我想要问麦嘞哈，你哋这个唐风四喜，听说经营的就是寿司，我咧感觉这个名很中国风，跟寿司那就格格不入诶，刚刚咧哈。不，就是我们那个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说起盛唐美食之一嘛，然后所以起名唐风四喜。然后就是说这个来历是这样，当时我们有唐朝的时候有这个那个丝绸之路嘛，然后在公元70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监官之制嘛。然后他推有很多这个商旅人士，为了应付这个漫长这个航海旅程嘛，然后就用醋那个腌饭嘛，然后加上一些水产品啊、肉类啦、啊、之类的，做成现在的这种寿司嘛，演变成现在这种寿司。第一次也是寿司，是咱董条时阵就发明的，是咱中国的产物。那么您这关于唐风四喜的这个寿司，跟其他炖的这种寿司有什么不同的所在？哦，就是我们是创意寿司嘛，就会增加一些当地的口味，比如说有卷里面有包这个唐风卷，里面有包这个菜头蒜啦、菜头蒜啦，还有这个花生米啦、等等之类的，就当地一些口味的产品。那更加对，又更加融合当地的这个特色来做这个。那个这个寿司，
你意思是恁的寿司也要做够转酒味是吗？哦，是是是。啊，你刷到我们的各家大葱。哈哈哈。安尼，咱的这个寿司吼，听了就感觉说也有兴趣，搁看一摆。但是我搁较有兴趣的做一摆，能不能教我们做一两招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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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没问题。我做寿司啊。然后这边过来。打滴打杯，2013泉州第一届亲子运动会火热开赛了，报名热线2866-8833。专业制造厨卫电器，阿斯丹顿热水器，双胆速热沐浴畅快，吸油烟机热水器燃气灶，选阿斯丹顿就对了。哇，三位大厨上场了，这位是小晃大厨，这位是少侠大厨，这位是严大厨。来，欢迎严大厨。现在接下来，来给他们做一起前面款的这个寿司。我们要做什么寿司？做那个虾兵蟹将。虾兵蟹将。虾兵蟹将。我来，咱两个不是大厨，是虾兵蟹将，这位是领导哈、哦。来，寿司米哈、哦，还够这个轻的，130克左右。哦，很轻的，你看，轻的了。嗯，这是个错力哦，130力噻。嗯，哦，可以。为什么要称一下这样子？因为是他这样子称，他就差不多就130克就可以了。哦、哇，手拿轻的，好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铺在那个海带上。好铺啊，不是挤一挤啊。就把它铺均匀就好了。哦，算了，不讲。这样就给它翻过来就好了。哦，为了差不多放在这里，然后卷的时候就比较好卷。啊、哦，那现在要加什么东西吗？加这个酱。这是什么？神秘酱？这是沙拉丘比酱。丘比酱。沙拉酱。好，哎。放一点肉松。啊。哎，马虎，搿是爱食哦，咱泉州人打杂鸡在吃鹅的时阵，搿是搿三只马虎。好谢。啊，萝卜给它放一点点。喇叭哦，放在中头嘿。这萝卜是那个经过处理过的、腌过的。哦，嗯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嗯，还有蟹肉。哦，这个就是蟹肉，七香溜的这种啊。这个萝卜是花心的还是不花心的？黄色萝卜。蟹肉来着。会不会太多、啊？给它这吧。不会，刚好。刚好哈、嗯。刚刚好。可以。给它卷起来。要卷起来哈。就这样子给它卷过来。哦，哇，这技术活哎，压一下，让它不要跑出来，跑出来就不好了。先压一下，对吗？对对对对。要压成圆的还是四方的、啊？就四方形嘛。四方形啊。那样子。啊、哦，好。把它握在手里面就好了，然后给它按过来、嗯，转过来就好了。哦，嗯，哎呀。也不用太用力，就是我们好像在给人按摩，哎、欸，爽不爽？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随意就好了，就出来了。是啊，哇，来看看我的，哎、欸，这椅子太粗糙了、嗯，这边，哎、欸，掉了哈、嗯嗯，哇，你看这个大肚的这手的差别就在，这个好像100分，这个90分，90分，不要放弃它，它也是个生命。但是做来这个精细活，就让那师傅来亲自完成啊，太易喽。嗯，我感觉说，根据师傅的这些心意，我做起来。伊在师傅在做，我已经交八刀嘞了。这个寿司哦。我感觉最重要的吃吼，就是一口，嗯，一水淹落去，一口闷，各种所有味素全部都在里面的吼。哇，虾兵是看到面顶的哈，那上面这个是墨鱼丝啊。可能一水吃落去，才五种气味哟。你吃一摆，你解包的。嗯。这什么酱？这鳗鱼酱，鳗鱼。鳗鱼酱是。好山好水好风景，来虾兵蟹将，噔噔噔，来再来七节拜其他的这个寿司的这味素，对吧？好，上菜。2013首届台湾亚洲美食文化台湾名品点销会隆重开幕了。12月6日到18日，泉州市侨乡体育馆，台湾知名主持人朱国亮将会亲临点会现场，出面头们大家大招来闻闻嘞。
哇，今天是将米是做啊到上精致的哈，那就一件件工艺在小玩具。是啊，你看整个画面是五彩斑斓哈。哎，那先来介绍多几道啊，像店长，这道是我们当地很有特色，叫席卷大泉州。哦，那里面有包了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菜头蒜啊、花生米啦，啊，菜头蒜可以试一下。这个这款的味道是特色的。挺不错的，对，对对哈，席卷大泉州，意思一起五在那在转九比十，这意思。里面有那个外边是猕猴桃，还有蟹子，然后里面是菜头蒜，还有花生米。哦，对，难怪是席卷大泉州，就咱俩这菜头蒜啦、臭豆腐啦哈。咱蒸老的煮啊，那种物件能包起来。我们食寿司吼，就也重要啊，你是一定要嘴尖落落个，一口闷。所谓这边寿司，怎么个在来宾？赤贝吧，好吧。啊，就是赤贝，这个是赤贝哈，因为刺身那一般是先夹的嘛哈。赤贝。赤贝，这是我们那个从大连空运过来的那个很新鲜的活的那个赤贝，这个要沾，这里磨的最好。这是改磨的哦。对。倒着。现磨的芥末吃起来对人的身体更好。因为这酱料哦，好像不仅仅有酱油，还有别的东西。哦，是，就是那个里面。调料就是那个酱油，但是酱油里面我们有就是说添加一些其他一些制配的调料，所以吃起来味道会它口感对那么磨砂糖哈，一些口感会更加丰富的嘛。哎，算了，介绍多些。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意思啊，好像有夹皮啊，不是啊，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嫩饼皮做的哦，就做成手剪的做的，是，从我们当地的这个嫩饼皮啊，这道叫做什么名啊？这个是那个嫩饼皮手剪。嫩饼皮球根，又搁有转酒味了，是吧？转酒球根，啊，那个酸碱呢？里面这个是什么鱼？金枪鱼，金枪鱼哈，金枪鱼，还有那个饭，还有那个黄瓜丝，还有一些菜，青菜。这个是叫做握卷嘛，哈？手卷，手卷，对对对，手卷，这道是手卷。咱是来搞包什么钱呀？不是，包了钱。福袋，福袋，福袋，福袋。讲到就福气多多。是那个三文鱼丁跟芒果丁。哦，哎，小凤家的这个福袋哦，伊皮是用什么做的啊？这是那个豆腐皮做的，豆腐皮，是是是。还知道有菜名叫做什么呀？三彩小福袋。三彩啊，现在是叫做福袋啊，好搞笑哎！三彩小福袋哈。这豆腐皮可是甜甜，然后咱弄把它吃老爸豆腐干那种感觉。就看你在家就感觉是味道对上阿哥阿哥好伊吼，佮总共因为寿司我感觉说实在是太醉了哈，连饮料都很可爱，像这里饮料饮料个这两板啊，这里多少的这些，是是，可这个就是顾客喝完可以自己带走的啊，一板中差到落落落路呀，12块钱哦，那你阿哥很顺啊哈，饮料个板啊多少人自己泡。最特别做的创意，个是本辣妹啊，个路诶，女生跟比基尼，这穿太少了吧。那么，咱除了经营这个寿司以外，哈，还有什么其他的美食不？还有一些乌冬面咯，啊，迷你饭咯，烤物咯，啊，这些都有。绿色迷你饭。对对对，是是，这是迷你饭。这是乌冬面吗？这不是，这是那个桂花黄鱼羹。哦，桂花黄鱼羹。对。嗯，我不听说恁对哪个一项也特色的物件，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是吧？有有有，来。哎，这是咱的冰淇淋哈。冰淇淋看起来无啥啊特别稀奇的所在，这汤匙看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我看俺汤匙假了，我有特异功能。哇，巧克力做的，铁齿铜牙。这个就是我们特色，这道冰淇淋特色就是说，这个这道汤匙嘛，可以直接食用。就你吃完冰淇淋可以直接食用这个汤匙。是，那么接下来的寿司也就品种有多少？寿司的品种就是我们唐王卷有16款，那每款、哦、对每款都是各有特色。嗯，比如像这个席卷大泉州，它就融合当地的这个口味。是，佮听说后者寿司用哈，比如说川味的物件哈，老干妈，有，所以这么一道菜，叫串串辣卷。串串辣卷，对，口味是丰富多彩。那你比如说酱啊，好加不好加，其实不是阮两个说了算，是观众朋友你家来培养来了哈。今天感谢小黄。